清洁净分子的模型如图所示，图中何为清水净的部分？我们从上课的讲解及动画中，我们晓得清洁净的长链端的部分是清油，大头端的部分是清水。乙丙就是所谓的长链端是清油的，甲就是所谓的大头是清水的。所以第五题我们说图中何为清水性的部分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丙甲。